的蛮接近的。他刚刚进来第一句就是穿这么清凉，下面是有没有穿？傻眼。想说五十五分打的，想说看谁会先喊给他机会啊。
笑死。所以以后你们知道以后要提早了，有没有？嗨，小玉，好久不见。我吃一下喉糖。Southside Taipei Taipei。我要提早十分钟了。会不会大家到后面提早到了？我才说下，等一下八点跟我讲，你们下一秒就跟我讲。提早的，提早一个司机是什么？哎，谢谢小懒懒啊，神救援我。都是阿里啊。下个月如果你还有要续 VIP 的话，记得要阻止哦。续约 VIP 只要3000块哦。和大金鹰找大家庭，直到我入土的那天，请你节哀。最近有一个欠我17年的还我钱的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样会很像 Q 流一样，欠十几年。